而大家都好爱看的猫熊银亚出生满两个月了，台北市立动物园表示，银亚的体重已经比出生时增长了21倍多，体重达到3860.4公克，即将飙破4公斤，头好壮壮。而目前园方也在密切注意，研判银亚最近应该就会开始学爬了。可爱的小银亚坐健健好不安分，在篮子里不断动来动去，模样看起来超级卡哇伊。银亚出生满两个月，动物园特别帮他体检，小胖妞银亚体重已经3680公克，比出生时增长21倍多，就快飙破4公斤。兽医仔细的替银亚做检查，心跳、眼睛、耳朵、淋巴和鼠膝部都没有异状，是个超级健康宝宝。可见就是演员照顾园仔，情况是非常的良好，包括乳汁的分泌、平常的这些的照顾。那另外，其实现阶段主要还是要去发展它往前爬行的这样的一个能力。动物园透露，量体温是最大挑战，因为银亚在健检过程中不断挥动前肢、晃动头部，保育员得一边安抚，设法让银亚的腋窝夹住体温计，费了好大功夫才测到体温。做完所有检查，状况一切正常，银亚趴在箱子上睡眼惺忪，慢慢进入梦乡，模样超级萌。健康宝宝银亚虽然一度误传死讯，不过头好壮壮的胖银亚可是健康的很。中天新闻郑仁宗、胡伟婷台北采访报道。